是巴巴巴的看的。看，其实他们家虾仁还是挺大的，就是我都要切成这么小。但是那个鸡翅真的不如盒马的，我们第一次买的那种。
炒菜是不是不放老抽？对。你不刚吃饱吗？你还跑这儿叫干什么呀？你这叫的让我很不理解呀。你看我在这儿坐，他就坐在地上，眼巴巴的看着。猫语啊，不懂他的脑回路了呀。他刚才都把那些都吃完了。我刚才是不是起来也看到他吃空的？对，我还录下来了呢。连口水都不带喝的，就在那一直闷头吃。你说他们不会觉得噎得慌吗？吃的挺慢的，你觉得有的猫就是那种，真的是大口吃。哦，而且它那个本来就都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，可能也不会噎吧。姑且就这么想吧。可是我在厨房是从来不给你弄吃的的呀。对呀，没有什么误会。哎呀，又